后呢要干嘛？你这样脸根本就是折磨吧？你太累格了。你那边会很累格是不是？还蛮累格的。这个软体真的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那个的问题。No, hello. I'm trying to lay over here, so can you move on? 废话那么多啊！要不我要去，每个人都要讲话吧。有可能。它这个里面好像有很多小游戏。选一个，没有，这三个可能都可以问吧。Pat 是什么意思 ？Pat 是刚刚第一个那个鳄鱼啊，就是学说鳄鱼的名字、啊。
后，是一个人的洞吗？那叫什么？人形洞吗？真是强迫我看英文。Mickey's running a streak scan. Keep an eye on the queen and pick the correct card to fold. 他都说他是 scan 了，还要跟他玩啊 ？Scan， 只要报警就好了，我管那个屁！嗯哼。All right, get your pills. 接那一张嘛？问他是 scan 吗？点啊，看他的脸了。你是在怕吗？许先生吗？他不让我拿起来，是吧？他把他吞了。还没有看过有 scan 是 把卡片直接烧了，然后吞进去。他还把它吃进去，他就赢了吗？就这样子吗？嗯。那边还有个悲剧。我是觉得我们怎么好像是来看他演戏耍猴戏？他这样还可以骗得到人吗？所以他在这边是要骗人的意思是什么？Hello， 确确实 ，first time。刚刚那个小游戏让还蛮失望的，刚刚那个不是小游戏吗？
喊吗？完了，吃不完。L 是飞的，左右是什么？左右。那怎么射？哎！哇！这游戏是有自动输的机制就对了。你过来！太扯了吧！我都。空白键是发射，然后左右键是左边右边。哦。哎，啊，又有那个了。他要我们多少？五千。都是几十。哇！但是没有。这个问题。这也太容易洗刀了吧！机会不给的。哎呦！好难。他叫我 I will pass， 我要试试看。Oh geez， 这还是给了。
这个游戏是蛮可爱的，是还蛮可爱的，只是还是真的摸不着他的头绪。他是怕被杀是不是？这是他的入口的。墙壁的花纹也是 alligator 耶、欸。真的吗？对、哎、呀，他躲在花里面。好像给了一个王子，没有认真看。OK， 我要看花王。哦，要上这个网站。哦，他的 homepage 啊。这个网站也太烂了。对啊、哦。Don't click。照片都没有出现。Fiona Pat breaking the law. This has been reported to the computer police.他说已经警告了，有保密嘞。我看是大概二十年前的红配局会做这个样子。你就放，他就放一个图像，然后二十年前的红配局。重点这边还是一个人，然后带着鳄鱼的嘴巴。对，以前那个 baby 很红啊，二十年前的时候。啊，他这边写一个数字91619，目前是看到这个数字。91619。哇，他的房间会太夸张。他的家人想要抢劫他，他是说：“嘿，你的密码是不是91619？”这个也太巧合了吧！他们现在是在欢，他们现在是在庆祝吗？还是在说：“哟，你的密码是91619？”对。Yeah, we have same code. All people trying to kill us.我们的家人都想要杀了我们。你不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既 happy 又黑暗的世界。所以你走错了房间。房间是有多远啊？他连他自己的门口都认不出。房间长得就不一样。对呀、啊。
我想要做，你知道我想要做那个什么知识型 YouTube？ 就是想说把那个，就是可能就像是，就老高跟茉莉这样子。应该是像啾啾鞋吗？啊？应该是像啾啾鞋吧。对，但是我想要做英文的，我不想要做中文。当然我也会去收集资料，然后去写。然后我发现其实很多人，他们做，如果真的把他们的重点，就是十几分钟的重点揭露出来，你会发现他们重点大概就只有五到六个，但是就可以清楚的让观众知道他们想要是什么东西。就是会像是老高那样，但是我可能会想要做比较关于时事的，然后去分析时事这样子。但是那个又要做得快，因为你那个时事过的话，那个话题又不热。是你做太快，然后做的参差不齐也不行，或者是做错了，做了然后结果那个论点是错的，那个也很头痛。你知道最近圣结石出事情吗？不知道。他卖那个 NFT 是不是？嗯。然后他好像就现在就是把他的 IG 跟YouTube 也说起来了，对啊，他要 Big Diamond， 嗯哼，右最右边，或者是左边，我觉得还要让他甩过去。简单了、啊。蝙蝠侠吗？还是这个？啊、他刚才讲啥？他说他要一个娃娃。哦。他一脸嫌弃。一脸嫌弃。Still pies as one。Could you try again? Give me a doll from the best, most awesome video game franchise all the time. Final Friend City. 什么叫 Final Friend City? 我也不知道什么叫 Final Friend City. Spy name. 你说他一个 doll?
什么是他？From the video game. Spiky hair. Spiky hair. 他吗？我要是当出来就要 spiky。重点是我一直要他，他就一直打后面，一脸嫌弃。这孩子很欠揍啊！这样子会被骂。Spiky hair. 原来他就是 spiky hair。原来就是你啊 ，spiky hair。哎，有一点。哎，终于赢了一盘。这个小孩有黑人血统，真的，因为他头发